Hello， 又我卡洛斯啊。今日咧，卡洛斯会尝试有史以来最长途嘅一次自驾游，其实都唔好长途啫，几个钟头啫。小阿同学，我喺呢度。出去。好啊。咁至于去边度咧，一阵间先详细同大家讲。其实咧，今日咧我就约咗咧，我认识咗成四年嘅学生阿大海喺茂名见面。咁而茂名咧。離開珠海咧，有成三個鐘頭車程，不過其實都唔使擔心嘅，因為中途咧一定有服務站噶嘛，而且珠海同埋茂名之間咧，仲有一個陽江喎，我可以去睇下。而家咧，我已經行緊呢個西部沿海高速啦，沿途風景優美啊！好啦，出咗高速咧，而家到達咗陽江市啦。咁啊，揸咗差不多兩小時嘅車啦，已經。根據導航咧，而家我嚟到呢度咧叫西瀨古街風景景區，車就泊咗呢度，咁不如行過去對面睇下啦。哦，仲有分上瀨、中瀨。而家嚟到呢度就西瀨古街風景景區裏面嘅中瀨啊，正街有間屋仔老牌雲吞牛腩粉喎，走入去睇下先。哦，裏邊走入嚟先係屋仔老牌啊！幫我食完牛腩雲吞粉，同香港嘅河粉好薄，嗰條味都唔錯，但係都幾好食嘅。而家咧係嚟飲。珍珠奶茶，好去找下大海。而家我先离开咗阳江市先，跟住就会去茂名找下大海啦。大海已经帮我 book 咗酒店添啦。嚟咗新墟服务区，唔通翻咗屯门？我入到嚟呢个新墟服务站啦，停低架车，车又要唞下，人又要唞下，脚脚猪喎。哎呀，陰功啦，拎去湯啊！泊咗架車喺呢邊，入去休息一下。好貴啊，18蚊，不過都要試一下啦。賓有冰雪城堡，茂名有荔枝果海，真係揸唔慣長途車。今日揸咗三個幾鐘頭，中間停服務站都停咗幾次。點解？因為眼瞓得滯，要落車飲翻樽咖啡。呢個叫樂天温泉酒店喎。邊個跑去邊咧？喺呢個環境幾好喎，呢個樂天温泉酒店。喂，未見過面啊，我哋。第一次。你點解會喺大堂嘅？你拍喺等你啊。泊咗车喺度，啊，我喺度等你啊，喺度食饭嘛。哦，今晚喺度食饭。哇，好大间酒店喎，呢度。好好。水会。按摩自助餐。我谂住去搵你食餐饭嘅啫。哇，你睇下个洗手间都咁大。今晚就住喺呢度，南旗金創與自身。我冇乜所謂，我好簡單嘅啫，我。海原來有對孖女啊，叫我做施工，一黑一白，聖子啊，都係唔係魚嚟噶，貝殼類啊。我做音樂做了這麼多年。也没有什么作品，但是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嘛，就是发布了一些作品。他看到了，他来跟我，他说他联系你，对啊，他联系你，但是我们在实际人口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能认识的，对吧？对对，所以这种就是缘分了，这就是缘分，缘分，对对对。咁多肉个龙虾真系第一次见喎，真系。小青龙啊，叫做。你好啊，真系。冇见啊。冇见。
去到边爬到边嘅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再放入流汗都认真，想到亲我的和维护爱人，有人别问我下半生。来来来来，身体好，大家身体身体好。给我的一切不过是在敷衍，你下的月无邪，我就我爱你爱的能狂野，我和你和别大不了的结，要不是想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和别大狂落的夜，我的心正这一切想给今天离开这间酒店，我应该回程的了，下去吃早餐还有爬一爬航拍先。大概还有这么多礼物拿给我，这间酒店真的相当大，园林实景这样。回下车先。哇！頭先出嚟嗰時咁鬼曬，又會行下落大雨，大成咁嘅，落一陣雨又變翻晴天，又要戴翻副太陽眼鏡。咁就到咗陽春噶啦，咁啊陽春市有啲咩好行啊？風動岩啊！到陽春市只係揸咗一公里唔夠長，就嚟到呢個。哇！落雨啦，死啦，弊啦，弊弊，落雨啦！门票处俾咗啲简介俾我，四个 A 旅游区。疫情前度应该有嘢食噶，但系疫情佢哋都话，唉，熬唔住啊，咁所以岩洞我都系唔入啦，睇过好多啦。今晚都要翻翻香港，所以而家咧起程，先翻等门放翻低架车先。好啦。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影片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，拜拜。